大家好，我是琪琪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窝。欢迎来到小柴玩具屋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的是转盘饮料挑战。对，大家看到我们面前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饮料，待会儿呢，我们要进行六轮比赛，然后转到哪一个就把饮料加到自己的杯子里。对，然后最后混合成一杯奇奇怪怪的饮料。对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谁的更好喝呢？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那我们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开始转。石头剪刀布。哦，又是你。哎，是什么呢？是什么呢？哎。气泡水哦，这个水看上去还蛮好喝的，感觉很健康哦。对，零糖零脂，哇，零卡。对，但是有桃子味道的。哇，好香哦，这个味道。多来一点吧，我迫不及待了。来喽，乌龙茶。乌龙茶，乌龙茶是这一瓶。为什么给我这么养生的一瓶？有点忍不住。想喝一口，来喽，第二轮喽，第二轮走一个，是什么？果蔬汁，哦、oh, no ，应该是这一瓶吧？对，这个是金桔羽衣蓝，羽衣甘蓝，羽衣甘蓝，天哪！果蔬汁，我觉得这是最里面最难喝的一个，对，但这个营养也很丰富的。那我现在一闻便知，哦、给你闻一下。是不是难以描述的？难以描述。我本来想着这个果蔬汁应该还好吧，青菜的味道，请你放同等的量。好，太恐怖了。好了，看我喽，走。什么？葡萄汁应该是这一瓶吧？好像，对，这瓶很好喝。哇，天哪，不错。哎呦，可以了。先弄这些，三轮。有，哎，拿铁，哇，这个很棒啊！拿铁超好喝的，好喝是好喝，可是和这些混到一起，哦，这是一瓶非常香浓的加了奶牛奶的咖啡，然后现在我们就把它倒入这个羽衣甘蓝汁和白桃汽水混合的里面，no， 好，现在应该会盖住它那个味道。No， 最后我们会尝一尝，再加一点，味道怎么样？现在才三轮，好，那我再来喽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杏仁露，杏仁露很好喝啊。露哦，杏仁露这个是很好喝。我们倒一点露露进来。哇，这个。奇葩，这个好奇怪啊！我现在跟一个巫婆汤一样。巫婆汤长什么样？天哪！我的第四轮了，第四轮，可乐啊，可乐，那里，哇，不错哦，冒泡的。No. 我来走喽，我的这是第四轮，第五轮，第四轮，嗯。天哪，也有果蔬汁，不想喝你那个，不想喝，因为我这个加了这么多，现在还是有果蔬汁的味道。好了，太恶心了，这真的能喝吗？走吧，第五轮了，第五轮，最后两轮来一点好的东西吧。哦，樱桃汁，樱桃汁是哪个？樱桃汁应该是这个。哦，这个樱桃的复合饮料。对，这个颜色还。应该是红的吧，味道哇，哦，白色的，白色的，咦，我现在已经不敢再加了。我是青柠红茶，对不对？对，青柠红茶是那个，是那个小明同学的这个，我怎么跟茶过不去的？第六轮，最后一轮，来点好的吧。没有好的了，现在。哎，你也是杏仁露哦，那来点杏仁露吧，来点露露还不错。来吧，我来转一个。是什么？哦，是拿铁吗？这是拿铁，这是拿铁啊！对，来一点吧。那
刚才呢还有两瓶饮料没有被转到，对，一个是七喜，一个是酸梅汤，嗯，所以我们就要一人选一瓶喽，送给对方了。我们石头剪刀布，赢的人先选好了。石头剪刀布，你要哪个？我看啊，嗯，这是青柠柠檬味的汽水，对，谢谢。那就送你这个好了。哇，这么好，谢谢。我来喝这个。好，接下来就到品尝时间了。我们两个这个都分层了，结了好多块块，很恶心，像变质了一样。先来尝一下，然后再尝一下对方的，好吗？好恶心啊！我还是隐约能喝到一点拿铁的味道。拿铁的味道真的很浓，拿铁真的，拿铁你辛苦了，你好坚挺啊！拿铁六。接下来我们换了一下，我在喝小我的，小我喝我的。其实就不能换。咦，你这个闻着有点牙膏的味道。嗯，我不得不说，虽然琪琪这个看起来很恶心，但它这个喝起来比我的口感好多了，对吧？它这个还比较清澈一点，喝起来我这个真的很恶心，很难以描述。除了拿铁，有另外很恶心，喝的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它这虽然看上去真的外面上面一层厚厚的像油脂一样的东西，嗯，但是喝起来就是拿铁和那种汽水的味道。嗯，我这个就是拿铁和一种很莫名其妙的味道，很恶心。今天的这两杯饮料真的太难喝了，所以我们只喝了这么多。我已经冒着生命的危险了，嗯，所以小朋友们在家里不要模仿哦，这个真的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。嗯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小柴知识点之咖啡。咖啡一词源自希腊语，意思是力量与热情，与可可茶同为流行于世界的主要饮品。日常饮用的咖啡是用咖啡豆配合各种不同的蒸煮器具制作出来的，而咖啡豆就是指咖啡树果实里面的果仁，再用适当的方法烘焙，一杯标准的咖啡就制作出来了。